sweep drown in the moonlight. We collide in plain sight. Yeah, I know we'll be alright. And we come alive, we run the night with strangers. Cause in the end we're all familiar faces. We young and wild, enjoy the ride, we made.大家好，今天我们是 Pro Stuff 兄弟，为大家带来的测评呢是 Wilson Pro Stuff 97的 V13 版本测评。作为一个曾经使用了 Pro Stuff 97大概有5年的老用户，也算是见证了这个系列从无到有的过程，看着这个系列的拍子跟随费德勒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历史。当然费德勒现在所用的拍子呢是340克版本的 Pro Stuff RF97。我也非常欣喜，这次总算不是变变涂装换换颜色了，而是真正的把拍模改了一改。不然就真的变成 Wilson 暖暖了。在视频开始前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手中这支315克的 Pro Stuff 97 V13 版本，在下文中如果没有特别注释和说明的话，都会将以 PS97 作为缩写简称。下面我将会着重讲讲这支拍子与前代的不同之处。 PS97 与前代的不同之处，我们指的是非 CV 版本哦。首先第一个改变是拍框变厚了，虽然从参数上来看这支拍子和前代的拍框都是 21.5mm 的厚度，但实际拍框是要粗一些的，这让这代新款的 PS97 的力量和稳定性表现变得更好了一些。但与此同时 ，PS97 同时损失了一些灵活性。第二点改变也是非常让我惊讶的改变啊，就是 PWS 变小了。PWS 作为伴随 PS97 最重要的科技之一，也是 Wilson 最重要的科技之一。在这代拍子上 ，Wilson 非常激进地把 PWS 的长度缩小和缩窄了一些，这让前驱外侧的容错性变得更好了。在前代的 PS97 上，前驱外的线床非常不稳定，在这代上会好许多，但与此同时前驱打起来也就没有以前那么甜了哦。第三个改变是底盖换了。在老款的 PS97 上有许多人会抱怨，包括我自己也是哦，以前的底盖呢实在太过于磨手，如果不在底盖处多抱我一些吸汗带的话，经常会把手掌磨破。还有许多人灵机一动，自己拿工具把底盖的棱角削平，不过还好在这代的 PS97 上没有之前那个恼人的问题了。 RF97 呢，为了保证手感和棱角触感，依然使用的是旧款底盖，不过是全黑的颜色，跟黑色的拍身更加搭配。在前代的 Pro Stuff 97上，我会更推荐 3.5 以及 4.0 以上的人来使用，因为前代的容错性稍微差一些，对个人的体能和合力要求较高。不过在 V13 这代上，我个人感觉可以放宽一些使用范围，也许 3.0 到 3.5 之间就可以很好的使用 PS97 了。不过最后还要看你个人打法来决定是否你适不适合这支拍子。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感谢大家的收看。大家对于这代新款的 PS97 或者前代还有什么疑问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向我提问。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Yeah, now I know our memories never die.